大包行李，为何不要先打开来？为什么你不要先？一楼的发射也很难耶。啊，我在这里怎么都只照到乖乖的屁股啊？你挡住我了。嗯。乖乖，不要挡住。没有。还没呢，是我的车先下去了。等一下哦。我的车。那先等一下啦。为什么？前面的车没有下去，车被推。我的车又下去了。哇哦，溜滑梯，溜滑梯，溜滑梯！哦，小乖用手去拿。这个好像很好玩呢。哎，我的绿小车，绿色的车嘞，跑去哪了？我的绿色的车子嘞，跑去哪了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上面那个没有转呢、啊？干嘛那是没有人开的。嗯。小乖，你会开吗？上面的没有转了耶。哦，对，要那里开关在哪里？你指给我看。开关在，哦，在那个对。哦，哎呀，怎么关掉了啊？哇。那乖乖再用这个升降梯。大乖换我了。换没？哎。哇，升降梯耶！升降梯要把它下面那个要按住才可以用，那不可以很大力哦。